嗨，大家，今天是温哥华的24号，也就是除夕夜。虽然台湾已经25号初一了，不过因为温哥华慢几个小时，所以我们今天才要吃除夕晚餐。今年过年就是我跟 Kevin 两个人一起在家里庆祝，所以我们也不是我们，就是 Kevin 刚刚有在准备我们今天晚上要吃的火锅，我们就想说两个人简单吃个火锅比较方便，就不用准备那么多料理。我还没有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希望你们今年红包收获满满。虽然你知道到了这个年纪，有时候报出去的比你收到的还要多，可是就是过节嘛，一个气氛。我跟 Kevin 两个人一起在温哥华过，所以我们就没有互相包红包了，你知道也没什么意义，毕竟他的钱也就是我的钱。对，我们觉得两个人这样轻松的过也挺好的，因为去年我抛弃他了，我自己回台湾过，然后反而是他自己一个人在这边跟他二哥二嫂过，今年就是有留下来陪他啦。不过我知道最近亚洲的那个肺炎 coronavirus 散播的蛮严重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出门或者出国坐飞机，尤其是机场，一定要记得戴口罩，注意卫生，常洗手等等的。这个病毒听起来是蛮可怕的，听说是 SARS 2.0， 就是更进阶版的 SARS。 我还要跟大家说，谢谢你们上一个影片所有的留言我都有看，然后很多文字真的都是非常温暖的，我就觉得我到底何德何能。 Kevin 备的火锅汤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丰盛，开始滚了，好香哦。我们有放那个日本的柴鱼包。今天难得从晚上才开始 vlog， 现在6点多，不过因为我们刚刚吃了一盘的那个乌鱼子配白萝卜跟苹果，所以现在没有非常的饿，就让它再滚一下，然后大概7点的时候再慢慢培养要吃火锅的情绪。完成，这是 Kevin 买的，不知道哪一个部位的牛肉 ，Potato，Kevin 的酱，我的酱，跟一些火锅料。Kevin 说看起来有点寒酸，但是我只是把我觉得我们吃得完的量先拿出来，如果吃不够的话，我们再从冰箱里拿，这样才不会浪费。汤的话就是用一些蔬菜跟中药去熬的清汤，还有你们刚刚看到的柴鱼包，这样子味道就已经够香了。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好啦，我们要开动了。两人的小年夜饭，我们前几天差点有冲动想买机票回台湾，只有他而已，因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不想再离开毛毛跟 Buzz 了，短期内不想再离开。不过说到回台湾，昨天除夕当天我打回台湾给我家人的时候，刚好他们正在吃午餐，然后给我们看了他们午餐吃了一些东西，还好不是晚餐，因为晚餐会更丰盛。然后他们就说我不想看，我不想看，因为他看了就会想要吃。然后薛爸就说你们现在买机票回台湾，哦，来不及了。好笑吗？还是还好？好吃。哦，好吃，嗯，就是不好笑的意思。哦，你有感觉到吗？火一条小亮，灯就变亮了。最近我们在看《俗女养成记》，我其实已经看完了，但是我再陪 Kevin 看一次，因为他还没有看过。那我要去按 play 了。你们还差不多哎，那老大人老看到信礼拜啦，啊，凊彩讲讲你嘛信哦，凊彩讲讲你嘛信哦。你看我们台语是不是很好？阿嬷知道。阿嬷不知道啊。嗯。我以后绝对不能当这种姑姑。不要说太早。他们这是什么？土豆。马铃薯。嗯，背景好激烈啊，哦！你们吃火锅，屁屁，我的玉米呢？我跟你说没有买到啊，就是要买那个玉米补餐你啊。我吃火锅最爱吃的就是肉、玉米跟这个。至少要买到那个玉米。这个叫什么？炸腐竹吗？嗯，炸腐竹超好吃，芋头也很好吃，再来就是那种会爆浆的丸子，觉得啊超好吃。这是我的火锅必备，你们的火锅必备是什么？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一颗里面应该是包 cheese。啊，因为过两天哦，你有在台北念书啊嘛？嗯，有的。嗯，超好吃。这个泡十秒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因为吃火锅变很热，我就把我的睡袍给丢了，不是丢了，脱了。嗯，吸了好多汤汁，好好吃哦。卡梅拉，这口肉。你好，我是阿妈。你讲到大同电锅，我们煮火锅的这个也是大同的，这个有很多回忆耶。这电锅是我四年前在台湾上班的时候在 PC Home 上订的，那时候从公司扛回家，坐捷运扛回家，然后再把它搬回温哥华。对，然后结果我们盖子就没了，去 Whistler 吃之后盖子就搞丢了。所以这个锅子陪伴我们在台湾两个人吃火锅，一直到温哥华我们还在用，非常有回忆。然后这边在运送过程中还凹了一块，有没有？但是对，被摔的。但是大同的东西真的超级耐用。Good morning, 大家！我们一起跟这个三十岁的寿星男子说 Happy Birthday！ 为什么不如我的年龄？因为你三十岁，我十八岁啊。然后我们是差十二岁的老少恋。没想到寿星居然还自己起床做早餐给我吃。我原本有 offer 我要做，但是他说不用，他想做，所以就非常的丰盛。这个是地瓜稀饭。然后一些泡菜、小菜、豆腐乳、青鱼、日式的煎蛋，嗯，好幸福哦 ！Happy birthday to you. You're 102. You smell like a monkey, and you act like one too. 你才是 monkey 嘞！我们要继续看回一日三餐。一日三餐是三十三餐，它叫三十三餐。韩国的综艺节目。
但就是在演他们在野外生活，然后食物啊全部都要从头做起，还有自己种自己养鸡等等，我们觉得超好看，最主要是非常下饭，看这个会真的非常想要吃食物。那像这个感觉今天好像是我生日哦，是一早起床就有这么丰盛的早餐。基本上每天都是你生日吧。哎呦，生日也不帮我先刀快鱼。哎，叫叫。我先帮你吃，它有没有熟啊？好。这个是我在你生日的时候为你特别精心准备的鱼翅。这块好吃，你懂不懂？真的吗？他生日大餐就是鱼翅，好好吃哦！这个稀饭都是满满的地瓜味，超香。嗯，我现在在准备化个妆，等一下我们要去钢厂逛个街，然后晚上要庆祝他的生日。今天晚上我其实偷偷帮他安排了一个小惊喜，因为他其实一直跟我说他很想跟他朋友过30岁生日，但是其实在跟我讲之前，我就已经有号召他一些朋友们来要给他惊喜了，总共大概会有8到10个人吧。我有订保龄球馆，因为那边可以吃东西又可以喝酒，想说大家会玩得比较尽兴。我没有订餐厅，所以我想了很久之后，我觉得餐厅大家可能要打扮的比较正式，又有时间限制，没有办法玩得太疯狂，所以我觉得保龄球还蛮不错，就那个气氛会很热闹，加上我跟 Kevin 其实从来没有一起打过保龄球，大概前几天我就开始铺梗，我有一天晚上就很无意间的跟他讲说，哎，我那天梦到我们两个人去打保龄球，哎，我们是没有一起打过保龄球。他说，哦，对啊。我说，那我们要不要改天去打？他就说，好，可以啊。所以今天晚上如果大家去保龄球馆就不会太突兀。可是他前两天开始就很烦，很像那种小朋友，一直很欢，一直逼问我说他生日我有没有帮他安排什么，如果没有的话他要自己找到朋友帮他一起庆祝，吹蜡烛吃蛋糕什么，就是他一直想要破坏我的惊喜。我们今天就要假装非常自然的，好像什么安排都没有的带他过完剩下的一天。在一起那么久到现在，以前只有他 surprise 我，不管是我的生日或者是我们求婚啊什么的，几乎都是他 surprise 我，可是我从来没有帮他办过这种 surprise party。 我觉得30岁还蛮有意义的。保龄球馆我是约8点，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在 downtown 闲逛一下，看他有没有什么想要的生日礼物，之后我们再慢慢前往惊喜地点。今天的妆长这样，口红是 Kat Von D 的 Lolita 唇笔，光是用唇笔颜色就这么显色了，所以我就没有再涂口红。我今天眉毛也画的比较平一点，因为想要试试看比较平一点的眉毛，觉得哎还蛮好看的，我就没有刻意画那种调高的，这样看起来好像会比较年轻一点，自己说。不过对，我就是顺着我自己本身眉毛的型，感觉好像比较顺眼一点，有没有？你们觉得看得出差别吗？还是其实跟平常差不多？仔细看我的眉毛有没有比较平。头发也整理好了，所以换个衣服就可以准备出门了。想了很久之后，这是今天搭出来的 outfit。 我上次新买的黄色毛衣剪底只穿配牛仔裤，因为它的长度不太能配 legging，会有点尴尬，所以只能穿牛仔裤。然后这件是 Aritzia 的外套，这跟我之前穿的很像，我知道，因为我都是这个颜色的外套，但之前是中间有绑一个腰带的那种。第一件就是比较休闲 casual， 可以搭配布鞋穿，比较学生风一点的，所以还是有点不一样。然后配这个 Lindy， 我觉得颜色比较搭。鞋子的话，小白球鞋好了，不知道，这样看看，但是很确定是一定要穿袜子，因为今天去打保龄球要换他们的鞋子，所以不能空脚去。还没喷香水，还要戴我的戒指。好，准备完这些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我们到 downtown 啦，我们刚刚在路上经过幸福堂就去买了一杯来喝。我觉得我喝不惯，不知道，可能我有点想念那个台湾的不要对我尖叫。
停好车，现在要去对上楼，现在要去 Nordstrom 或是 Pacific Center 去那边走走。This one's better, isn't it?我们现在在去吃晚餐的路上，这位小胖胖在开车，然后还不告诉我们要去吃什么，这是他的 surprise。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哦。知道啊，已经讲过很多浪漫的晚餐。对啊。Shelly 开车，我有点无聊，跟大家来聊个天好了。你从我21岁跟我在一起到现在，是我21岁，你跟我在一起。你不是永远18岁吗？是没错啦。从我22岁跟我在一起到现在，对你22岁的时候，那也8年了。你有对我觉得有任何的改变吗？你说对你的想法有没有任何改变吗？没有，你觉得我跟你在一起以来有什么改变吗？有啊。像什么？变老了。真的想打我？有一点。因为他那一天就说：“天哪，我不敢相信我自己要30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他的思考年龄都已经比他实际年龄还要高那么多，他早就超过30岁的思考，所以他在担心什么，对不对？”所以你是说18岁的时候就已经30岁了，是不是？没有，你18岁的时候可能25岁，所以你现在差不多可能35岁的思考。age is just a number, doesn't mean shit. 对。大家不要被。年龄的数字给绑架了。对啊，有些人到老还是一样幼稚。像我就是永远18岁。你说心智年龄吗？外表。自己讲的。旁边车看到我们在跟相机讲话，他扒我们，然后跟我们打招呼，好好笑。应该叫我们专心开车吧？是吗？没有，他们在跟笑。对啊，开一半现在路边停，他为了 surprise 不告诉我在哪，但是自己迷路了，好像不知道怎么走。你说我们要来干嘛？打保龄球。有没有很像约会的行程？有。我们现在在 Low Heat 上面的 Refs， 然后 Kevin 说他肚子饿了，所以等一下可以赶快点个东西先来吃。Holy shit， 好多人哦！你有订吗？有，还好我有订，好可怕。39号。我们现在来租鞋子，买游戏。Ship down in stars since 94 Waiting for someone to come and knock on my door Looking for someone who'd be the Venus to my Mars Why does love always have to be this hard? Got me feeling like
Thank you. Maya Shosh. Hey. You want to say hi? Hi. Hi, it's Joanne. And that's Maya. Yeah. Not getting that attention. Hello. Hi. Oh my god, that's my god. He's like, hello, I'm a stupid one. Hello. He's a boy? He's a boy, yeah. His name is Kubi. Kubi. Yeah, he literally makes out with his dog. I love you. Okay, babe. You're gonna be on YouTube, Alex. Yeah. Oh no. Oh, no. Don't do it. Alright, brother. I love you, brother. Hey, happy birthday, man. Alright, Shelly, thank you again. Thank you. Okay, for coming. Yo, give me Shelly later. Why does love always have to be this hard? It's gonna feel like.我们刚打完保龄球，现在要去附近的一家餐厅兼 bar 继续聊天叙旧。然后想说里面会很吵，而且又要吃东西、跟朋友聊天啊什么，所以可能就比较不方便带相机去。先把你放在车上，我们等一下回家再见。Kevin， 刚刚是不是说你超级 surprise？ 没有，超级 surprise， 因为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他。我原本就以为单纯就是我们两个人去打保龄球。对，好，我们现在先去。喝点东西，他今天可以喝酒，我今天不喝酒，因为我今天要牺牲。2 hours later， 到家了，现在是晚上1:30，我们后来就去 Cactus Club， 就是那种可以吃东西喝酒的地方。他就喝了啤酒，我喝可乐，因为我今天开车回来，很开心他朋友们都有时间可以来。我其实提前2个礼拜就把他们的这个周末定下来，不然我担心他们会有安排。这么厉害。嗯哼，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你昨天晚上一直问我今天到底要干嘛的时候很烦？我认真觉得我低估你了。我每次跟他朋友讲完话就马上把那个讯息删掉。好啦，30岁了，老大不小了。嗯。你也快了。没有，我18岁耶！你在讲什么啊？好啦好啦，那我们要去洗个澡睡觉了。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影片。然后我头很脏，可以不要亲吗？谢谢大家。你谢谢大家。祝生日快乐的人，提前说是不是？对，先回一下留言。那希望你们大家还喜欢今天的影片，我们。下个影片见、欸、你不要每次都这么快，你到底在急什么？好好的跟大家 say 个拜拜 OK， 好，大家晚安，拜拜拜拜。